天来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不是八点档结婚了。好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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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左右要分哦，哈。好，好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一来就有好有喜感，太右边了，太右边了太右边了，还有哪里需要？快三立，好，正中间，正中间还要，耶、yeah ！你可以，你可以自己拿。到底是在想什么？对，好 ，OK 吗？还有哪里？新娘不是我。好敢讲哦！我就是我觉得，真的看到苏伟一路就是从，比如说三。没有，从小时候也是他，他也是我的偶像了。从年纪二十几到现在也四十了，就看到他真的成家立业。我看到就是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退步，他真的步入婚姻这条不归路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幸福的路这样子。对，希望他平安幸福美满这样子。对，你正经一点，你就是不正经。你想站一桌？导演导演，就是苏伟基本上结婚嘛，干我屁事。没有了，好干净。最大的祝福，最大的祝福，婚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课题。课题，加油，祝福祝福。对，好，子玉子玉。今天这个我代表小欧，小欧小欧，那新娘不是小欧，所以欧妈来了，欧妈来了，是带着。人心幸福美满。好，王少荣，王少荣说他今天要吃很饱。我有很多话可以讲。不是我，我其实是很少参加婚礼的，我都是礼金到人不到。那今天之所以会到，因为我是很看重这一对新人，嗯，因为他们算是我圈内少数不会让我参加第二次婚姻、第三次婚礼的人，真的很过分。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。对，这是百年好合，然后早生贵子。谢谢，恭喜苏伟跟丁颖。我会帮他，我会帮他酒，干嘛挡酒啊？那结婚这么一年一次，没有是一年一次。你要过年啊？一生一次。你不要把你现在的心声说出来。就是让他们尽量醉一点呐、啊，就好把大家亲朋好友来一定很开心很开心，就经常喝吧。嗯、但是。就要确定有好朋友可以扛回家。我有看到昆达、亮泽都在，他们可以扛他们回房间，所以应该 OK。嗯，灌死他们。婆婆团有没有特别要给他什么？就是一个难度还是什么样？难度哦，就是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塑胶袋，要把菜被包等。希望他准备的菜多一点。对，有没有难度哦？我觉得邓哥应该会想，邓哥导演他都想一些有的没有。没有啊，我们给一些他们敬酒的时候一些难度。你要不要从鸡蛋从右边的那个裤脚塞到从左边？然后高跟鞋拿下来喝红酒，这样。因为没有来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脱他裤子。哦，那苏伟，我要想一下怎么弄他。好，对，会有会有啦，对，苏伟基本上人对还蛮正派的，我们就先不搞他这样子，我们搞经营就好。经营不正派吗？也正派。对。然后那个礼金嘛。厚度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厚度哦，哎呦，哦，你讲多一点哦，很好哦，大家可以当枕头睡啊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把我们婆婆的加在一起，应该枕头，对对对对对，加在一起应该可以变成一个枕头啊，就很小的枕头。跟我透露他会包衣啦，然后我今天就帮明威跟我自己包了1000块，然后两个人就2000这样。屁呀，怎么可能乱讲啊？衣不是1000的意思哦。哦，原来衣服是1000，那我等一下再去重包，把它拿回来。我们的心意都够了，对，都够，因为我们也相处了2季了，对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对，而且我们也算准了，他应该只能包这一次，所以就是对，一次有一次有一次到位啦，对啦。只是心灵会稍微再包多一点，是真的。对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们就是会打包嘛。王少勇刚去接他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把全家带来。”我说：“不用，我们就吃全家饭。”他叫我把全家带来，真的够了。对，嗯，就这样。嗯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！谢谢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。